Zaten olsun.那叫刚巴拉讲的玩法，有料吗？太好了，我先买个大月卡压压惊。买完再来消停。钓个日本。这个速度应该够快。现在的日币来说，到底是多少钱？不无小补啊。我这大月卡买下去，直接省一张小月卡的钱。怎么样？有人要买水冷吗？买什么水冷？败家之眼，龙王七，哎，龙王三六零，七千五。怎么？华生要送？送我们一人一套是吗？我送你一人一套水冷干嘛？我是钱太多是不是？太棒了！对啊，那你自己有装吗？当然没装啊，是朋友要买的。我懒了，我现在也没钱可以，这个月烧太多。怎么样，陌生？我们就先谢谢花生了。他的电脑不用装水冷吧？让你的电脑感冒？不需要。我看你电脑很热，不如让它冷一点。我电脑是开机的时候很吵。这是文件包。他的那个今天天赋书打的那个三，那个是要用什么打的话？天赋书哪个天赋书？我直接问幽梦，他刚刚就在打到期没有？我还没打，怎么？哦、你先要打，我可以跟你打。不用啊，那不是自己打，不是比较快哦。没有，我就想说两个人打，看会不会快一点。根本不会。你说怎么打？我是用闲云的队伍啊，雷神，水神，天赋风神，雷神、水神、风神、闲云啊。他是要秩序嘛，对不对？对啊，不是、秩序。你看，仆人、啊，他要烧仆哦，他要烧，我烧仆人的、啊。我想要秩序哪里来的人呢？他上个版本开始的时候在刷千字的、啊，然后现在千字还没抽，就要先开始刷仆人。好啊，我跟你讲，背叛千字可是会受到很大的惩罚的，你小心一点。那你出了吗？我没背叛他，因为我太早准备好供奉了、啊。我就是因为每次太早准备，然后每次就是……那你出了吗？你再一句，你个几股？你什么意思啦？哈，你什么意思啦？妈啦，你什么意思啦？我直接一个疯狂挑衅花生你、欸、斜线 ban，
ASS 什么的，我来找一下哦。哇，直接疯狂跳型花圣。他说千之钟离、温迪跟神子哦。他不知道这样谁回血啊？不用回血，不用回血啊？干嘛要回血？不用回血，有动物好回血。温迪，然后神子哦。是，我很习惯四号位会放一个奶，现在没有奶，我觉得好怪。好，那来试试看。哦。文化形象最大。他也是打很快啦，只是先这个一真的太久了。一不是要按两下吗？没有差，他一下就收掉了。那他有打八十多，按两下就爽了。是没错，问题是就是太久了，他的那个一的 CD 真的太久了。那他有 Star Burst 吗？有啊有啊，那他有挥得够快吗？他有帮你撑十秒？那你可不可以先暂时闭嘴？我还要一直疯狂挑衅花生，你什么意思啊？他真的好那个哦，那个一真的太久了啦，冲能冲得起来。但是 CD 太久了，我感觉好像没有带温迪的必要，就是你要按两下，他是会直接强制切角色这样的。怎么是按两下就会直接切角色？他的一如果两段开完会强制切角色啊？然后直接切到二号角这样子、啊，对，他会直接切到二号角，怎么那么奇怪？其实我觉得他伤害不低。你说你用什么队伍？天之钟离、温迪、神子。神子哦，为什么会要白之雷啊？没有，那自动的而已。Oh. 因为他这个就是全速切队伍。就很像之前的总门队那样啊。有没有更好的配对啊？这队我实在是玩得很没有劲。不对，ズレズレのままに引くらしい。圣遗物，我怎么记得我圣遗物好像有刷好一套，
看一下哦。花冠四件套。花冠四件套。维生之灵液化是那个。啊，花生在卡池结束前抽都出来了。你现在抽了几抽？嗯，我看一下。我记得一百。一吧，我刚刚稍，我刚刚稍微，我刚刚稍微分析了一下你的语气，应该不是在挑衅。好，我回答你。我当然不是在挑衅你啊，我怎么可能挑衅你？他今天抽的，他早上抽的，我有看啊。所以我可以把幽默的话定为小宝歪情啊。我看一下，然后抽了三十吧，后来又抽了三十抽了七七加十。所以哎没有，所以现在还差大概四十抽左右，差不多是这样讲吗？对，差不多。四十抽哦，四十抽哦，是不是有点多啊？还好，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就普通啊，还好、啊。十抽的话，一天一抽吗？不是 啊你一天一抽，你也要想啊，啊还有活动，活动还没开嘞。对啦，是这样讲没错。我看灵命岩队一斗钟离千只。然后五郎，可是活动大概也就是活动至少二十抽吧，对我来讲啊，有这么多吗？二十哎，上半啊，有吗？没有吧？有吗？有那么多吗？应该没那么多吧？啊，不能这样算，活动加上每日，再加上深渊，再加上月卡，应该有二十，那这样就合理了。对啊，这样子是。算成二十，应该是差不多。什么项链？我管我，我好像没有一套，完了，哭。千只国家队，千只国家队哦，好像也是蛮有料的哦。嗯、但是千只国家队好像要一命会比较好。对，一命是加什么？一命多一只啊，多一只一的那个。他那一只是会帮忙打是吗？对。那一只会增，会帮忙打，然后会帮他增加伤害啊。哦哦哦哦！六命，六命可以让一变成 CD 四哦。靠，别啊，这不是公子，操你妈的！一变成 CD 四，因为他现在一 CD 十一啊，超级长的啊。哦，你说他直接减七 CD 哦？对啊，也太减太多了吧？毕竟是六命啊，关键命座就是一命跟六命。没六好像真的不太能战场、欸，不然那 CD 这么长是要怎么战呢、啊？哦，因为他主要是要一开下去的时候，他一开下去会有五秒的炎附魔，那时候可以普攻打炎伤，那你十一秒根本就没办法、啊。可是如果你是那个，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你如果是负 C 的话，就按两下，他就会自己帮你切到下一个人，然后继续打输出。所以他是负 C 位，现在啦，负 C 位比较没有六命的话是玩负 C， 没有六命都是负 C， 嗯，而且是速切负 C。感觉负 C 的话，那你要塞到哪个队伍里面？岩队啊，一斗啊，一斗的队伍，把艾贝多换下来啊。那感觉就业空间有够少，有啦。这个这对是千之中里阿贝多跟五郎，这个也可以。不过这个就是要那个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会啦，我应该至少抽个一只吧。嗯，我觉得没抽到一命的话，也不用特别去抽专物。没，目前应该没打算抽砖吧。如果以现在就业空间这样子的话，抽砖根本是浪费钱，对你超不友善。对啊，你不友善啊。然后他那把武器又不太能给其他人用。那把武器有啦，阿贝多。对啦，就这样，就剩阿贝多了。好，就这样啦，我也是领命就好了。風の行く先を風を知れ風くん八方に風羽ばたく天道ここにありは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無我の境地
我都可以拿狼牙。谁？沙之纺锤。谁可以拿狼牙？你说千枝哦。千枝啊，对啊。可以啊，可以拿狼牙。那你不投不投转五的话，你打算拿什么？绿剑也可以拿。我是拿绿剑啊。黎明神剑也可以拿。你不会想给黎明神剑吧？啊，你要给他拿什么啊？我还没问过。我其实还在看呢、欸，我还在看。那他这里就是装武，然后沉沙之纺锤、绿剑、狼牙、黎明神剑，这样他只有推荐这五把。感谢，我其实有点忘了。因为我那时候在讲，我分账要是抽到了，我要给他拿什么？哎，我忘记我分账有没有沉沙之纺锤。哎、欸，彩叶翠光是不是五星呢、啊？好，那就不考虑了。对啊，那是、哦、那就是、哦、那是海哥的装、啊，那就是狼牙跟黎明神剑而已啦，没别的啦。沉沙之纺锤啊，我是有你，如果有的话，我就不用那么犹豫了，好吗？没有你啊，怎样啦？开服元老怎么了啦？又怎么了？有没有开服元老吧？我这第一年我又没有玩。你有沉沙吗？我有沉沙。哎、啊，沉沙已经算开服的东西嘞，没有，它是第二年的吧？是吗？那是我刚进来玩，然后的点三版本的雪山活动啊，给的、啊。雪山版2.3，那个是雪山。2.3吗？反正是2.多版本、啊，很早，2.多版本。那时候要看一下雪山的，雪山的，然后我就在打。那时候打把一个超恶心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我才刚玩完，那时候不太懂原神的，就算活动我就是能解决。明知明公与王班的，明知明公相遇。为什么都要配明公啊？我零六，啊，算了，不想这么多了，就这样吧，随便玩玩，零加零就够了。反正等好感满了，我就把它撤下去。确实。啊，不过我觉得抽一只不错啦，他跑步很快啊，对啊，他直接加10%移动速度、欸、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要爬山的话，克勤海哥加千枝，再加千羽，无敌，再高的山都被你爬烂。千枝进来加移动速度。85137。哦，他的遗命是拿来配纳维亚的，如果没有要配纳维亚的话，抽遗命的命就不错了。哦，我知道了，他抽遗命就是不用在队伍里面不用多放一只鼹鼠的角色。抽遗命这个人原来如此。
他的传说任务会跑很久吗？还好，一个小时啊，传说任务都是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而已。你如果全部跳过的话，大概四十五分钟。嘿嘿嘿。你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全部跳过是什么东西？哎，我肯定是直接全部跳过的那没血没泪的家伙。没错，我就是没血没泪。你说没血没泪的家伙，很容易出货。不要好了，不要下这种毒誓好了，但这样有点在诅咒人家。不要好了，我收回。你不是说容易出货吗？容易抽出来不是吗？就是我哪有这样讲？我刚刚可是，我刚刚可是风平浪静的直接讲说他会出货。你说车祸，我以为你说出货哎、欸。怎么可能出货？想太多、哦。好吧，那我只好先去吃个东西。那我只好先去抓人了。抓人？没错。哦。新角色出了。抓人。人抓鬼。阿鬼抓阿鬼。我今天说中文吧，阿鬼。我今天还遇到那个外挂嘞，好笑。屁啦，玩那游戏还要开外挂？有啊。两个没有带技能，然后疯狂用着技能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把他抬起来，我把他抬起来，他就直接把我摇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刚看到他而已，人直接瞬间。要是麻将有外挂，我一定是直接开起来。白痴哦，你那个哪有差啊？你不是说底下随时都有两三副牌？这副牌被抓到了没关系，再拿一副。这副牌又被抓到了没关系，再拿一副。打修罗永远不会输，因为你带四副牌。太厉害了吧，花生！没有，跟你学的。你是我师父哎、德鲁 boss， 你是谁呀、啊？你属谁呀、那也是太快了。啊，有吗？我把我明天的午餐都煮完了。把、明天的午餐都吃完了。煮完了，不是吃完。那巴拉抽了吗？啊？那抽了吗？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别装傻。没事啊，到时候他就会手痒，自己忍不住开抽啊。我抽了会叫你，我抽了会叫你们，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直接我抽了会叫你们，这是肯定的。操！他一定会手痒，放心，这个现在已经是万变不离其宗了，我已经能预测出来了。不会不会不会，我抽我就是狗。不是一直都是吗？嘿嘿，乱讲，什么一直都是？那个，那些真的都是意外。哦，
强烈强烈谴责，那些都只是个意外而已。啊，那现在补月卡吗？好了，先补一下。那我看看先知的大约是啥。就切个布，哇！嗯，你抽完了？还没啊，我在用试用啊。哦哦哦。哇，他一的 CD 是真的好久。啊，召唤路又很短啊！小叉小怎么了？要开抽了是吗？我抓一下小月卡。等一下，等一下。抓按下啦，抓按下那个3260的。假赛啊！你抓给我啊！好了，抓一下那个3260。我不要，我上个月已经给一堆了。可以啦。好了，抓一下啦。刷一下了，啦刷了啦！刷给我，我就刷给你看哦。刷了啦！啊、你又没有要刷给我，那你在讲什么风凉话、啊？刷了啦！刷一下，你不刷还是个人吗？是啊，我们要一直疯狂，一直。好啊，那你是人的话，那陌生不是人，那你说的对，没错，那陌生就不是人。我们要一直洗脑把蜡。好烦哦，超烦的，好爽，超坏。
欸，不行啦，那后面我就没有活主 C 的，我就想要补一下。抽啦抽啦！妈的，你一直叫人喊人抽啊，你自己抽不抽啊？你又不抽吗？我会抽啊，我会抽啊，我会。我晚点啊。晚点啊！我刚就跟幽梦说我会抽一只啊，一只哦。啊，不然呗。抽什么？抽新的这只吗？好，我抽嘛。抽啊！那真的、哦、抽啦，抽啦，抽了啦。抽啊！怎么不抽？啊！他的氪金方式已经看到，我已经可以傻，已经傻眼两天了。这么香，怎么能不抽？它香吗？有黑丝就给过屁股是真的不错。让我来端详端详。换一个 BP 哇，超级！哇，有人直接拔钩哎，好扯！直接不想玩。太狠了，烙格！啊，这抽一只要干嘛啊？但要就两只哦。为什么一定要两只？如果我要拿去给纳维亚配的话，啊没有，看抽里面我也不知道大家跟谁配，就我里面配对我没有想法。那你可以抽两个。啊，啊，我身上的普通的如果能抽两只当然好啊，但我觉得很难啊。我抽你命脸都超黑的欸。这边又坏掉了，再换一个。珍珠之歌是啥小月卡大月卡
可是你们不是说抽一支没用吗？你哪有他、啊？那可以，你可以抽七支啊，七支它就会变成纸面。有红变吗？嗯，它会变成大变。那好哎、欸，好像要抽哎、欸。真的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攻杀，我们到底在攻杀？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就要说鬼话。没有，你这是你竟在讲一些瞎七八话。对阿加官，阿加卡是鬼。没有，巴拉是鬼，不是大便。啊，巴拉是鬼。那我们要说大便。我说法拉是鬼啊！对啊，他如果没有说大便，我怎么我要抽大便给自己哭嘞？哎，等一下，他没入账哎，操你妈！完啦！有啊，在那个啊里面啊，你没把它换成石头而已啊，老大。没有，哦对。哦，好死哎！哇哇，好菜哦！天哪！干我好菜，干！真的要抽吗？还是有？哎、欸，可以告诉我后面几只会有？后面下个版本，哎、欸，下半是水龙王跟万叶。那好像又抽水龙王了。对啊，对啊。水龙王要抽一加一啊。但是先知，我觉得也可以先抽一支啦，搞不好他后面也是有什么体系可以玩。没有，我觉得还好。这个角色基本上是后面几个版本的，才能玩得起来。那好像不用抽了。是觉得是可以抽的，可是后面那个阿雷奇诺看起来好强。好了，石头试水温了。好了，没了，没了。我们就抽一个金光出来啊！好，抽一个。我们就抽一个金光，好像都还好一样。不是啊啊，真的小宝，那就下个版本就是在下半就可以。一定是谁出水龙王，就直接无缝接轨，没了。不会，现在才三十抽四水温而已，四十了啊，四十了，还有啦，好，继续垫，没有了，再抽。好、啊，没有了，真的没有。再出货了。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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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已经帮你试出一个体系了。其实都能玩的，想，哎呦，没歪哎。干，哎呦，重新刷小宝了，你娘的！这样好啊，都给你，你这小宝还大宝啊？小宝吧，上次出咸鱼的。那很好啊。多你没什么不好的。这样下半一定不会歪啊。对啊，上次咸鱼有出来啊。所以歪了。没有。没歪。哦。没歪在哭什么啊？我来看一下你们说的色到底是你们的色到底是怎么样的。Communication between Huxley and Huxley. 你要由下往上看。然后声优很顶。我听说爬山的交传声还不挺不错的，你可以大家爬山看看。觉得你讲这句话很像是讲起来很变态，像是什么大叔在路上走一走，然后看到女高中生就想摸的那一种，怎样？有不错哦，大腿蛮肉的哦。没有，我知道那个大腿肉是还蛮赞的。哎呦，来哦，带各位看官看一下肉大腿哦。哎，干，哎，去爬山呐、啊哎！去爬山呐、啊！这脚拉远点就好。哎呦，屁股蛮大的哦。哎呦，平常自己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还好，就听到别人在讲这种话，好不舒服哦。这就是被性骚扰吗？干我又不是性骚扰你他喘是不是要重现的时候才会喘啊？哦，没有了，有了。哇塞哇塞哇塞，这个没有看到，你这个是在爬山都没有开画面，看画面好像怪怪的。你这个是在爬山，你是在骗我。我有看画面好像真的蛮色的。是不是有人偷偷开车哈、啊、米花油。米花油不是每天都在开车吗？ Get shit in pain。 干这角色强度都坐在声音跟我脚上啊，这样很好啊，永远不会腻。干我都感觉到你那个嘴边的那个热气哈出来了。你想，你如果让他把强度坐在深渊上面，他顶多就活那两三个 meta 而已，但是这个可以活一整个 meta。 一个晚上就在这边听了。我是真的还蛮想给他去配给红豆了。你真的是妈，你那个内裤里面是不是有塞东西？你是不是这个爬山的动作会维持两个小时？我今天去原神，我今天去原神爬了好多的山哦，好累哦。看到我都在游玩中，但我的进度就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进度就是在离月城外爬山。哎、欸，你爬了这么多山，应该有拿到宝箱吗？嗯，没有，我都花了钱。我一直都在爬山花钱。没有啊，你爬山是爬去哪里？哦，就原地上上下下、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不时不时的会前前后后。哦、嗯，你玩的到底是原神还是角色模拟器？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了。你这是什么鸡巴脸？给我收起来！因为它是一一下才一只而已哦。对，一以下一只、欸嗯。啊，可是它上线不是要三个人照顾吗？啊，开大也好像也会在一个吧？还是我啊？没有，没有。开大再按一会有两只。对，开大再按一会有两只。然后再加那个什么中影的柱子有三个。
啊，我他妈没有中理啊！你们他妈鼓吹我吹这抽这个鸟鸟鸡巴、啊，所以就代表说你中理之后要补啊！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要补嘛？对不对？没有，还有眼中啊！其实有眼中物很多，你可以拿灵光啊，灵光的墙壁也是眼中物啊。你说他来提升灵光，我还觉得比较有说服力耶。哎、欸，纳维亚也可以啊，纳维亚不？纳维亚，那人家纳维亚就没有炎罩物啊。纳维亚不会产炎罩物啊。对啊，纳维亚没有炎罩物啊，所以才说我要拿来配黄豆，我就直接一加，我一定是一加零，就是我的炎罩物。这是什么女仆重置版，是不是？他有，他那个也不错。有干，一斗有啊，一斗那只牛算眼罩物啊。他算眼罩物，他不是生物。那是眼罩物。你为什么会有一斗啊？干莫名其妙，他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他，其实。可是他男角，他男角都没歪啊，他抽男角都没歪。不是不是不是歪不歪问题，是男角都干你俩收到出。操他妈死抽跟没药一样、啊！他刚没开大绝啊，怎么有两只是长按哦？没有啊，炎罩物啊，他没有啊。一那啥一的，他的持续时间很久、啊。他那个娃娃 CD 持续时间很久、啊，你一的时间好像可以让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可以掉两只。没有、啊，没有，就一两次啊。嗯，他看起来刚做一次而已啊。没有啊，就是把牛叫出来，然后对牛一啊。哦，还是他是眼，他是要对眼罩有一个眼罩物一样，不合理啊。不是，感觉是他要先有一个眼罩物的情况下，他就可以直接召唤他。对啊，他就是把牛叫出来啊，然后一啊。欸对，我上次刻的还有剩诶，剩一点点，哈哈。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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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了。好烦哦！抽出来，你可以抽了啦。抽了，抽了。有我不在，不能抽啊！需要他的嘴巴。欸，一斗这是新的吗？要不然我怎么不记得他以前有背这个东西？你要问花生？那个一斗在忙，我在忙。开始。我在忙。不要在玩外挂游戏。我在忙，不要吵。还是其实那个有那一只之后，所有的岩鼠没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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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空。我没有在问你，我没有在问你，我没有在问你。好妹。你要看那只，就是那只要一命啊！你刚刚抽那只要一命，那才能抽三个眼罩呢。我不想看你表演，我不想看你抽那只。啊，剩三颗啊，没办法，我一想二，哇，没办法，要差一点。翻 J 还是要麻一下。你这一集没事。哎，那如果我把岩队，然后把岩主跟一斗，哎，开起来玩一下。如果你要你全女啊，我推荐你一个。等一下，等一下哦。如他们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吗？炎罩物可以啊，可以可以。炎罩物看角色叫出来的那个持续时间，它不是。
那我放个那个岩主凝光，然后放宝。那这样他的娃娃不就很多只了？没有娃娃最多两个、啊，最多两个而已。你娃娃最多就两个啊？哦，不是说有三只？三只是抽一遍嘛？他自己就出，他是当三个眼罩物可以把他的 buff 吃满，把他的身上他自己本身吃满。干，我没有要玩这个游戏，我抽这个干嘛？你呀、啊！莫山，去你妈的！怎么啦？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啊？怎么啦？我们都懂了。是哒哒哒哒吗？得得得得啦！怎么是谁的？哇、哦！有梦回来了！偷啦！麻辣说他偷了，有梦。他说他在等你回来。他在等你的嘴。发小啊，你能不能坚持个一天啊？我坚持。我每一天都坚持不住。快点来，有梦，他在等你啊，他在等你看啊。哦，我解完这个毛下线了。我能开。他刚就说要抽，又在骗人。这是谁？你是什么？身上的抽干没有就算了，对不对？我没有要抽，我是确定我没有要抽啊。啊，我真的要抽，我一定是直接你那个。那卡卡抽多少？80。小宝啊。80小宝，还不错、啊。你们可以干嘛？你们可以干嘛？等你的队伍是什么小啊？没有，那只是放来叫娃娃的而已哦。哦。有啊，玲玲的千姿好像就是要配那个。对啊。只是等我两个眼，我这样抽里面的，然后就是组两个眼队来玩啊，然后就会发现是拿那我要打的。那当然，对啊，毕竟你那我要有装备。好，我去抽装备。装备不要啦，不要你不要抽装备，你不要抽装备，你这样就害我，你不要抽装备。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莫非太激动了？你等那个就好了，你等。你等，你等那个啊，仆人大妹妹啊，你最喜欢的大妹妹，你仆人抽六加五，我都没意见。真的，确实。仆人是谁啦？大妹妹啦。哪里啦？你那个活动与兑换码点开，往上滑，滑到哪里？滑到3月11号，那一只就是仆人。阿巴拉不是要抽了吗？啊，然后，然后我的嘴巴跟我说他，我起码忍个一天，然后就一天。啊，没有啊，我没有这样说。你刚有这样说、啊？我只是说你怎么这么不坚持而已啊。哦，那我坚持啊。没有坚持了啦。你这样感觉我很弱。反正你都不打算氪了，现在抽跟明天抽其实差不多吧，那就现在抽吧。抽啊！好、哦。对啊，还是抽卡要那个翻黄历，你们是一定要别人先帮你讲，你才肯拿出来抽。啊！对他牛会干嘛？那你可以干嘛？啊？那你可以干嘛？哦。什么纳维亚德干？我说他的牛。他的鸟。伤害加一层。哦。伤害普攻加一层。哦。啊，天之屋在哪里啊？
你们要帮我带个路啊？那走啊，你那个冒险家协会往前走，河城台那里走。你就是没解传说的，你才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要不要我过去啊？过去你那里。哦，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了，找到了。我给你加一点福气啊！我直接带钱直接就往走。好好好，可以。不要，你应该是他亮金光的时候，然后按降。天之屋，一个。啊！太累。攻啦！啊，还要放音乐吗？我想一下。要啊。不用放。想想你的铁道就是放音乐才会吃饭。哎，真的哎，我铁道放前那个在公司抽跟狗屎一样，回来放音乐吧跟鬼一样。好，等我一下。直接黑白耶，怎么办？来了。但是旁边是黑白的，啊啊啊！电抽铁道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吗？有画面吗？有有有有有有有！好，走起！换掉换掉换掉！这是什么光啊？看不出来啊！不过，啊，有没有黑白的？会黑白？有有有！走起！还是黑白的？又黑白？这是什么？还是我走开啊！不要，你们没有开吗？没有开。这个也是 D D U。我觉得就是音乐太，音乐太小声了。音乐太小声是吗？等一下，我来来。哎，是金光吗？不是啊。我感觉是你游戏开太多的问题嘞。还有开很多，那是网页。完了，我怎么看到这黑白有点不对？啊？你抽得出一个宝顶吗？可以吧？哦，好，有梦要跳过吗？好，慢慢看好了。好，慢慢看。反正对我来说都是黑白的，都是黑白的，是挺。对啊，都黑白的。人生是黑白的，卡池是彩色的。彩色的。好，没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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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把那把那那个把那那个应该是显卡驱动没更新的问题。是这样吗？对，因为我刚刚有看到。把那，你太快就放弃了吧。你看我的就正常啊，那个那个就驱动问题啊，突然再见，下线。哎，我这个就正常啊。我小号也是驱动问题。我小号也是 YT 那里。看我提那里好像二命了哎。我提那里好像快满命了。你？对吧？你提那里不是还蛮强的吗？还好，我觉得。我又不会拿提那里出来玩。我觉得还好。哦，提娜也有命哎、欸！我本仗提娜里三命。哦，好啦，我的五郎满命了啦。可以放进前那个吗？可以放进纳维亚。好像没有听到纳五的单的配对、欸。因为纳维亚不是纯演啊，不是纯演就不会有人放五郎啊。哦，那就没事啊，我就继续玩我的那个啊，那个纳宗啊，纳宗水神加咸云啊，超强啊！看你娘，怎么人打电话问说我是不是信义房屋？那你就说是就好啦，不，你就说是就好啦，你要看哪一间，钱先给我啦。像到现在还是有人打电话在我手机上面，然后说你是肯德基外送，我的是的吗？不是啊，那是你做过肯德基，我干我他妈我没搞过新义房屋、喔，干嘛叫我吗？
哎，我要回去铁刀了，真是难过。可怜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的，还好，这样反正其他这样仆人是有救的。是没错了，至少你亏了一个，赚了一个，永远不亏哦。大家是永远不亏的。没有纳维亚灵兵放在那边又凑不出一面，我真的不是啊，不是纳维亚，敢前只抽一个灵兵放那边，我真的比较不知道怎么办。你说那个卡池消息哦？版本什么版本活动消息？活动与兑换嘛，活动与兑换嘛。哦，活动与兑换嘛。我直接帮你 take 了。晚上滑到那个三月十一号的那一篇。没事，我那边我还没往下看呢，我还在二月二十九。你不是你直接拉到最新，然后点花生帮你 tag 的那一个就好了。林尼特的邀约任务还不错，太可爱了。我现在我都拿他来跑大世界，跑大世界太慢了，所以你说那个阿雷奇诺，对，没错，对啊，就是阿雷奇诺。有看到他大捏捏吗？这个好像这样好像看不到。妈，他背影是看个小、喔。好妹，好妹，好妹，奇怪，很气耶！你怎样啊？吃到火药是不是？给你啦，给你啦，给你妹，闭嘴，给你男人。火的诈骗。男人，给你闭嘴。傻小，为什么会有 P 站啊？不是，而且这个要登录才能看呢、欸。那他就是我帮他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啊。我帮他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啊。P 站我刚刚好少在用。有点危险，我先破这个好了，自己去找。这个点开就不得了了，我只好给你紫金满满的去看。啊、那一定是人家那个填充物啊，自己灌填充物。我不相信了、啊，那里面没那么大，超级母汤，没那么大，一定是灌填充物、啊。没有，你看啊，反正你看到填充物是不是填充物，你都马上回收。反正你是男人啊，你那么肤浅，你看到填充物的，不管真的假的，你还不是一样会站起来？嘴上说不要，下面还不是很老实的站起来。哎，没有，你要想想，我有年纪了。就是因为你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你更可怜。这样会太像吗？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有年纪的可能也站不起来。哦，那我没办法说什么、啊，吃药吧。吃药吧。说不定吃药能够稍微改善一下，原本从幅度两度变成五度。嗯，没有啊 ，forever 六点半啊 ，forever 六点半啊，有点可悲 ，forever 六点半哇，啊，唔好加载，唔是九点半，丢你去，六点半，没有，六点半你是他妈站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等死，这四个哎、欸，他真的很不能落。所以冠希，你有在打吗？哦，有吗？他在猎啊。我还没开始。来来来来来来来，陪我锤一下那个蛮二龙。哈哈哈！五十等的吗？冠希？还没啊，我很难呢、欸，超满五十等，我现在才四十二。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嘛，参加人员参加成员一，我不能叫你，你要先进去啊，然后喊找到我，喊支援的时候再叫关心进去啊。干，我还想要不要拿回大剑？还是断剑太还没过吧？嗯。啊，反正现在那些东西咬我都痒痒的啊。
通常防卫套基本防卫队的装备基本上都不太会穿。对啊，而且连武器也是啊，武器。啊，没有，就本体本来就是先打穿防卫队通关。等到冰远的时候再换装掉。哦，明天就有短板活动了，我靠，想看冰远。这个太强了吧！这个热风花姐。太过了。啊！啊，怎么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看破红尘是怎样？反正我一定不要演完了。追击的就追击的，真的是没办法。反正就等呗。哎，他这个邀约任务是在干嘛啦？发神经哦！决定失败一杀小啦，操！这我还能决定吗？我忘了换锤子，我操！欸，其实那个穿这一套，然后再爬地洞爬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很帅，好喜欢。嗯，对。魔猎，哦，那个穿防卫套的时候干，看他在那边爬干，一出来就，你好奇怪，太奇怪了。魔猎人的那个猎人的模组都只有肌肉而已，哪有啊？干这，我捏的是肉肉女。然后猎人要跟那个，那什么 ，Free Fight 合作，街头的，你说，只吹白头六 ，SF 六 ，Free Fight 那个快打旋风，对不对？冠军那个。啊，那都卡普空自己家游戏啊！是啊，都是自己家游戏。Oh my！ 我？红包会回过。给 shit impact， 他应该也是那种，他应该都是那种直接六加五走起的吧？每一次都是不是吗？他跟蓝帽都是，对啊，他跟蓝帽都是六加五走起的啊。他上次那个花火也是六加五啊。给 shit impact， 虽然他没有排攻略线，但是他基本上直接两，我们那两个小时也要去挂一挂。哦，对哦，我都忘记了。
每天的挂。太麻烦了吧。你就放着放着当背景而已，还好。找个可以去 tag 来过。现在懒猫应该。我操！我怎么找不到？那现在讲的是什么？许多。它的分类里面什么？这太惨了吧！谁的分类？等看。哎，好爽哦！到免费的大胸才有，你就是嘛，就那个人就会，他们把龙吐出来之后，我就会赶快先救他嘛。哦，你就会再走。眼都没开。再撑一下，再撑十秒，别忘了。八八。多力。好啦，还可以再帮你撑十秒。啊，我没得撑啊。我又没有。还要撑，还要撑十分钟。等一下，把他跑去玩钢铁了。我跑回去玩钢铁了啊！钢铁怎么那么好玩？阿俊跟找不到的游戏都不好玩啊！他的反正已经先觉得都已经快放到快想掉了，要不就抓不到脚，然后觉得干更无聊。无聊就是你没有热情啊！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在床上玩，两个都是在床上玩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啊。那一个是不用马上反应的啊。啊，不是啊，手去做那个下路攻击的那个手感超差的哎、欸。可是用电脑玩下路攻击就很强。那是因为跳跃跟那个攻击放在同一边的关系啊。不然我那个拿那个纳维亚下路队去打深渊，他妈超级超快的，冲超快。哎、欸，那一个队伍里面只有水神二命这个，其他通通都是零命的。太强了吧！真的，纳维亚真的是四版本以来真的是唯一两。真神，对啊，唯一真神啊，黎明真神啊，太神了！那猫要害痛了。啊，那种都直接六加五的，哪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六加五。那个，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会抽六加五，然后只会捡个金毛说他抽了多少，都很崩溃。我就是想看他抽的多惨啊，这样才好看、啊。这样才好看是怎样？确实，你看人家抽的好，你只会更难受而已啊。当然是看他抽的很。妈的，我看他花火只抽690，抽690还抽720，我看了就很不爽哦。应该多的是要看他抽多，你才会爽啊。妈的，这些人是怎样？这不怎样。我看他是6700抽6+5，他妈660才6+1耶。那个就是花了700，他好像750抽吧？对，我就700多啊。那就是有太，你可以花花火，然后歪两次啊。他光这好像歪两次，歪三次的样子。然后他的花火几乎本身都没歪，好像只歪一次，歪两次，但一次是双蛋黄。我今天才看到那个巴哈的原生的天使贴一个千只的双蛋黄，是吧？怎么了，法拉？你刚才讲话有抽签？为什么抽签？他讲话很激动。好，右天嘴唇，右天嘴唇。主播现在是全六加五啊！我有人问这种问题。
呀，猫也不是一开始就在玩，而且他入坑的时间是不是比我们还晚啊？这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他底下应该有蛮多人帮他顾账号的。我开始玩的时候，他好像还没开始玩。开个声音头，听到他讲的。他破头了吗？这时候你敲键盘怎么那么大声？哦，破头了，破头了！我好难过啊！这怎么坏？我不知道，心情真的是超复杂的。我晚上心情真的超复杂的。我昨晚心情好复杂，就是觉得哦，好像还好出了小宝宝，那个符文就可以继续。我都懂了。哇，那没什么差吧？我觉得。你这是在诱导。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一次不管有没有抽。反正假设不打算要再抽的话，那四点就一定会出自己要的。对，所以不如现在再抽两个保底，四点六还是会。那种应该是说，我刚刚抽的那种感觉是说，我可能大概有六成的几率希望出，就小宝就出嘛，然后带有四成几率希望大家就小宝嘛。每次都打都、啊，那就是三就四个小宝，但是他就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觉得好险，但是又觉得有点难过吧？出了也会难过，不出也会难过。对，出也难过，所以才说一开始干脆不要抽。到底是啥？就是他毛很多了。要笑是傻笑，要笑是傻笑。笑什么鬼啦？那什么笑？有病是不是？千只没办法从手里面弹出这一面。不行啊，他是道西人。哦。在想什么？哦，有分哦。到七人不能哦，只有封单人的可以。不知道封单人才能弹出来。所以一开始我捡宝箱捡得很痛苦的那时候啊。对，他也没有那个血量上上下下的机制啊。哦，虽然说那我没有没有没有。他头还没破，关系留头给我。按怎样讲啊？干！他说：“我说叫关系留头给我。”你妈！我还没走到啊！啊，不过的话，确实不过就有那个了。感觉被绿技能伤害都还蛮高的。然后我刚打起来伤害是挺高的，毕竟我没有专武，然后我的数值又挺差的，但是干出来数字我是觉得算蛮高的。他自用随便干一下都三万多块四万的。然后他的三万多四万是指大招砍一下三万多四万还是？对啊，一下去之后砍。没有啊，大招啊。哦、嗯。大招砍三万很。很低，很还好哎、欸。可是那个好像都没叠什么 buff。没有，要看段数啦、啊，要看他的段数 啊。你他切抓他出来切一下，然后三万之后干过一个一，我个一一个过去就那我呀干一下就十五万。那我干一下十五万二十万。哎呀，那你要这样讲，那我水龙王不是随便喷一下就多少？那就是水龙王那个是规格外。所以不能这样比啊！不是啊，所以角色出来都先说，啊，他有没有如水龙一喷啊？没有，就是不如水龙一喷啊，不如水龙。没有啊，所以我刚刚不会去拿其他角色来比啊。我觉得打出来的伤害，我觉得不、啊、我是观察那个啦，就是他一完之后的普攻啊，我砍一下会落在8000到12000啊。没有啊，主要还是看你的队伍的那个。流畅性够不够啊？他当速切他的那个循环好不好啊？你要怎么配循环才会好啊？那攻击基本上不会，你的速度不会断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上岸其次啊。他现在就是他的一太不够，所以不适合当战场，除非你抽到六命。哦，他要叫我打龙三龙吗？什么呀？打龙三龙那个，那是防卫任务。哎呀！念人他逼的啊！我是来看你抽卡，不是来看你念那个的。太神气了吧！多啦多啦！你再这样，我要订阅喽。啊？没有。为什么是就要订阅了？反正我订阅是免费的、啊。等他开始抽到，打一打。奇怪，为什么这个邀约任务感觉比传说任务还久啊？爱心色，天色。为什么我不想要用林尼特？不要给我林尼特！嗯。你们讲到邀约任务，所以我就说九条杀了我的邀约呢。做啥邀约？九条没有邀约哦，没有啊。虽然我邀约任务一个都没接，好像一个都没接完的样子。我就是为了讲啊，法拉。你有资格讲我吗？你应该是没有资格讲我吧？你应该是在这边在场最没资格讲话的人。邀约吗？不是、欸，他说他一个都没接，我好歹至少也有接个两个左右吧。来哈，我们现在把原神打开，我们看成就数啦，谁最低谁就不能讲话。来。那我先闭嘴。那我先闭嘴。我1121个。我好像1050。怎么那么傻、啊？我又不像你全部都解。我又没有全部，我哪有全部？全部1300个哎、欸。我也不要拿本账了，我拿小号来比。那、啊、完蛋了，那我小号超级少。我小号好像才8900个而已。来啊，我们来看一下，有点半放弃了。小号成就988。妈，小号解的这么努力要干嘛？我一直很想把小号609。哇哇，麻辣居然有800。哇塞，阿小温度加多，沃森600，六百多。哎、欸，沃森不见了。哦，我看到。好像电脑出事吧？啊，你怎么知道？更新了、哦。什么显卡更新。早去。讲到就更新一下。对，又要乱抽了。检定成功，检定失败，靠北哦！妈，这知道怎么猜啊？悲惨商店，他这个结局也太难处理了吧？
刚好，恭喜。嗯，我就知道你会再绕这个回圈。绕什么回圈？在那边绕两那个一个窗户的回圈，然后他那边跟我绕两次，我直接不追，直接在窗户那边直接嘟一个夹子在那边踩到，动脚。他直接裂开吗？哎、欸，他直接裂开，过世。啊，所以陌生要裂开了没？你要裂开的吗？啊，我要等你表演啊！你别急，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冷静。我现在很冷静啊。你现在冷静到有点害怕。啊！到底要怎么抽啦？他妈的，只能靠菜啊！还有中吗？又检定失败，这个音乐节感觉很裂开的。这些人这么会修，我操！没事，还是回到铁道看真老夫就好了。到底是啥笑？为什么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啊，巴拉？爽耶啊！你还有的钱没有少过啊？什么钱没有找过？给米哈有钱没有找过啊？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挺哀伤。给米哈有的钱没有找过。他今天就落掉2000、2300。可以不要讲了。啊，做迄就是原底了2000几块啊，还挂门诊啊。那个是，那个好吧，做了。专业，我懂了。哎，我铁子龙声音好像会被那个哎、欸，会被那个麦克风给滤过去，怎样啊？真的会会什么？啊，好像那个尖嘴唇的声音会被麦克风给过滤掉哎、欸。所以你会尖嘴唇。好像我发现我舔嘴唇，我的鼻子不会亮，你等再看一次。那你为什么要舔嘴唇？我在看着 wife 在拔头发。看我去洗个澡回来应该。那你那不是已经去洗澡了？我没有。我刚刚吃饭。我刚刚吃饭啊。太扯了吧！有什么意见？太扯了吧！有什么好扯的？没扯零过是不是？啊！开头。哇，被修起来了。还不太就洗。你先你就这样一直说开抽，然后还是等一下好了，然后抽到十二点，他就跟我一起洗澡，疯狂挑衅拔蜡。那我知道直接把手机带去浴室，然后你要我听到你那个直播开下去的声音，我就赶快从那个浴室里面冲出来。你开手的声音不会盖过去吗？没有，手机扩音开到最大还是听得到那个啊，应该还是听得到啦、啊。你不要这么累吗，老大？没有问题的吧？我真觉得很好笑。不要，肯定失败靠背啊，我受不了了。我只是觉得怎么这么好笑？明明特邀、啊，所以我没啊。老公略哦。好啦，实抽出货，直接结束。然后我看那个 NCS， 我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声音才正常嘛，反正没抽到肯定是放太小心。啊！没小心，你变得好脏。Boy， boy， boy。你目弄我脚干嘛？
我说眼神弄那么假的。你平常都那么假干嘛？对啊，好突然嘞。我以为前一幕是基本。这样子啊，难过大了。我说你把原神当风之谷在玩，那我想。这时候真的超级丢嘞。我还要等到副歌，等到副歌才要冲出去。我靠！哇，六加五走起耶！我超久没抽嘞。一万九好少。不是，你知道不是有抽血云啊？可是你二十抽就抽出来了、啊，所以那你就没抽感觉、啊。什么？那个八的？哟、啊！不是，我是抽一万那个花钱的，只有一万。哎、啊，副歌过来，怎么办？哦，好顺哦！怎么这么他妈的顺啊？你是不是有用加速器？没有啊，没用加速器啊。啊，原来你有加速器这种东西吗？啊，没有啊。你怎么会觉得我用加速器？我觉得你超顺的，跟巴哈刚刚差好多的感觉，还是巴哈刚刚这种。我不知道，刚才巴哈超卡的，卡什么意思？那你这好顺。我不知道，我刚刚没有开 VP。画面是一整团烂，然后还是黑。那我刚刚应该要重开的啊！我刚刚以为只有幽梦是黑白屏而已啊。你要不要重开直接？干亏大了哎、欸！你上次高铁到头也是这样。没歪都没歪都算 OK 啦。全抓！这么一个鬼子白给，好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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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建议你把客观起来，反正这边出一集呢。哦，出了，没错，第一只。哇，看就这样吧。这是玉皇大帝耶，这释放是玉皇大帝。都玩玉皇大帝，我喜欢玩玉皇大帝。那你氪金还没有满命？氪金好像已经很惨，很惨，常住一命算很惨吗？我觉得还挺惨的。那你要不要去像冠希一样？哎、欸，不是哎、欸，如果说我如果七七这边一直都歪到氪金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但我七七他妈死命。我只是觉得，那你歪的也够少的哦，你的常驻角也没有，也没多好吃啊。我到现在还都，我到现在都还萌萌哒哎。有啊，所以冠希他到现在都没有请啊，所以他今天直接一言不合定鬼请啊。你现在也可以定鬼莫大啊。我不要嘞。而且我是二十操作，水晶伤这么多，我要木他干嘛？好烦，打魔石，哎、欸，没错，水晶伤有夜也有夜蓝有水神哎、欸。木纳是拿来，我是还没有出过七七啊，所以应该是不会出了。木纳是拿来舔的，你问阿恰卡就知道了，他都拿来舔。哦，他哪个角色不是拿来舔的？他哪一次他先认真玩原神，我再来抓没有，他抽角色不是拿来舔的。确实。确实，确实，讲这句很呛。你讲这句话很对，今天很呛是吧？是事实吧？事实吧。哦，啊，顶配，是我大宝吗？看你啊，所以你还要抽是不是？没有，是只有我大，只有我小宝没出吗？没有啊，花生也没出啊，我没出啊，花生也没出啊，我没出啊，怎么了？
哦，你没抓，你是有，你是有抽大宝还是就小宝就抽中？我要抽龙王，所以我就不抽。小宝无命琴呢、啊？哦，无命琴哦，感觉你很屌哎、欸。你四命不是还蛮强的吗？常规强啊，反正常规迟早都会。可是我现在有闲云啊，琴已经半退休状态了。也不会啊。哎呀，幽梦，你天赋是练多少？有。嗯，我想说他普攻这样子没六命，好像用不太到。我现在素材不够啊，我现在676而已啊，我应该先699就好了吧？反正。感觉他真的也没有使用普攻的机会吗？可是我现在很常用普攻打，所以我还在想，先六九九。我也先六九九好了。大成功。对面一个鬼子白给，我直接把他们全部抓到地下室。那、啊、你是拿什么？好爽。绿箭啊，大家好，我是拿绿箭。我感觉尼特的邀约任务，一个选项都不能选错，他那个会一开始就会影响结局，超级鸡掰的。这么酷哦。嗯。邀约不是可以一直重解吗？可以啊，只是某一段很烦啊，要一直跑。所以我才都不跑邀约。我上次跑到快睡着啊。邀约很容易睡着，我觉得邀约超容易睡着。邀约全部结起来可能要一个半吧，不止啦。OK， 好了，699，哎，剩一物。花冠，直接花冠合起来。花冠套，看你大概调一下，因为它是，因为它天生就有暴率，再加上你武器的暴率，所以你基本上不太需要歪暴率的。我看啊，我现在每穿圣遗物爆率应该已经六已经六十八了，对吧？68.3，对啊，已经这么高了。绿箭就给44了，不是吗？对啊，绿箭很高、啊。他、啊、所以他我这样我就直接找，你就全部歪爆伤就好了。所以我爆伤才这么低啊，我爆伤才130而已。那不是还要撑防御吗？我防御2600啊，够高吧？我防御超级高哦，我自认为我防御很高啦，因为我记得我防御总共歪了应该快100%了还是怎样。我操！然后我歪超多防御，所以我爆伤才会这么惨。你的牵制好像很怕痛哦。他的防御就是攻击，他是不是怕被二蛇再搞一次？没错。所以他要痛打他一顿，那是肯定。哦靠腰，怎么是这张图啊？白烂哦！最讨厌这张人，这张人图，受不了哎、欸！但也可以检定成功，操你妈！哦，不过他现在可以跳对话了，他就可以直接跳到选项。他哪天可以把每日任务的那个对话跳过，我再帮他拍拍手。讲太多了吧？妈的，我在讲，我就在讲那个他妈的枫丹庭234干。每次解都觉得超烦的。不要解每日就好啦。对啊，不要解每日就好啦。我现在已经开始有萌生这个想法啦，可是不解就觉得全身不对劲啊。为什么？不是啊，我说的不解每日不是叫你不要领每日奖励。啊，这样。没有啊，没有啊，可是像甜品都没有活动啊。开宝箱，你满地的宝箱吧。啊，还要自己找，不反正只是点击一下。哎、欸，那宝箱是要开几个？开四个就有了。八个。干，哪那么多、哦？啊，
你的才几趴，怎么可能没这么多？啊，我还要去找啊！这怎么那真没办法啊！所以我跟你说，传送任务分三阶段啊。就是有传说任务的时候传说任务嘛，啊有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嘛，就是你不要超额啦，像传说任务可以分三天解，你就不要一天解，然后剩下的再去开宝箱。啊，真的不行的话，你去解那个声望的委托也可以啊。哦，哎，干我声望已经包好几个月没解。我已经满了就不会解啊，但是你如果嫌麻烦的话，解那个委托也会比较快。讨伐的没有，委托而已、啊。恭喜！委托不是一踩到夹子，掉到三次啊！啊，反正你也不是每次都会用到，剩下就靠宝箱跟活动这样子就可以了。要不然你是觉得对话麻烦的话，你就是对话那个不要解，就开两个。剩下的一样解每日啊。好吧，我明天再试着。嗯，开两个总比开八个简单。哎呦，怎么连亮两台？怎么会救可汗嘛？挑出来很不错的话，应该就会是七十，然后200。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200。70、200应该算是很不错的数字。不过真的都歪了，因为我是完全没歪，然后才130几。
干你啊！为什么检定成功啊？靠北啊！无敌 AT 团。太无敌了吧 ！AT 团真的很烦，一直爆位。我已经黑龙见面了，没有，来帮我解任务，看看黑龙见面吧。好，看看吧。龙好，龙不龙好，好东西。龙不龙好，还好。欸、你说爆伤，你觉得应该要多少掉？你多少？我才137啊，所以你跟我说你怎么可比我低？啊，你137，很低吧？不够低吗？很蛮低的。对啊，我就跟你说我都歪到防御去了。你防御多少？2600。防御2600。防御有点低，2100。对啊，我防御歪超级多的、啊。哦，哎、欸，它是有什么东西会转换？那个生命转换、啊？不是，是什么超级转换啊？它是哪一种有转换啊？有啊，有转什么东西吗？啊，你不然它转那么多防御要做什么？那它防御，它防御有那个吧？有吃防御系数吧？他是哪一招？一、啊，看一下一二 Q 还是什么？还是天赋啊？大绝，那一招、嗯、下去就是风平。哦、嗯。我是暴击率92.8，暴伤EHT。82，哎呦，干92.8，我是83，137。是土池，又是出奇奇，又在哭。没错，就在哭。没错，在哭。啊！给他死点抽下去。哇、欸哦！出彩嘞！土池死点抽出彩。然后就是垃圾，天空知己。不错哈、啊，没用。让我先去伤害你。天空之戟我有一把，还是我拿来经验。要不然你身后拿？我身后拿天空。还有其他角色？没有啊，因为长枪。很多都会吃松本的长枪角是吗？有吗？蛮多的吧。那、啊、我记得蛮多的啊。啊，我葡萄，哎、欸，不是我，葡萄怎么可能、啊？是葡萄了。香菱，我是拿。
想想看，一定有，我已经有蛮多啦，我好像很多时空警官。对。中里吗？中里哪护魔？真特完了，真的只有真特。哎、欸，奇怪，为什么？啊，雷神就拿中。对，为什么我只有一只？有啊，那个什么，那个谁，这是谁？罗莎莉亚。靠背哦，我根本连那一只连电都没电。我也没电。那我西风传送哦，那个、啊、什么云锦啊，坎蒂斯啊，夏沃雷，夏沃雷啊。没有，我都没电。还有那个瑶瑶。没电。啊！我都跟你讲出来，超多角色，很多都吃的。而且我还有啊，我还有一把护魔还没练。我现在也有一把护魔，但是是已经练了。反正先我三把护魔。我好像还有多少？啊，你有去抽那个定轨的那一只吗？没有啊，我所有角色都有，我是要抽的。好好，那个基本上有特殊需求的才会去抽啦。那是关机啊，对，没错。没有，他要是下次把夜兰丢进去，我也只能去那里抽。好像说有复刻过三次吧，然后两次以上都进去，他是总共出过三次。但会不会下一次甘雨啊？我觉得甘雨的，甘雨一定会被丢进去啊，所以我在担心夜兰会被丢进去。没这个他是出过三次，后来多久没他会丢进去？可能就出过三次就有机会被丢进去。那就是他复刻过，现在就是消，他复刻过，好像我忘记是三个版本还是半年。然后他有个冷却时间，他才会再被丢进去。这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条件。哎，你夜兰死命哦。对啊。你也是够狠的。他两命啊！既然后面就很强了，我也在想，还是要不要转二命？要不要在之后抽出？要不要转？反正你常用的话，我觉得可以转二命啊。常用我觉得可以。不过我自从有水平之后，好像比较少在上夜了。次数有变少了。我两个是不同队伍。没差，然后因为你蒸发以前是放夜兰，那个夜兰位置变水神了。我们因为我水神都带出来了，也不会抢，而且放水神好像比较不会抢水吧？其实我不太确定。他如果他们两个去玩战况，就是势必要冲的。我不会想要带符符，我好像没带符符去玩那个战况过，我觉得他的蒸伤好像还蒸不到种子吧。对啊，这我记得好像蒸伤不到种子啊。看一下。这冷猫说等到9点才要冲一次。好啊，就是等下包。
找不到人呐、啊！追不到人啊！他怎么重开游戏？他是又氪了是不是？他怎么重开了？是不是叫他们装箭？乐非福尔。哎呀！啊啊啊！干嘛？怎么了？哎、欸，有点东西耶，林尼特的城的那个妖语。
哎呀！碎龙会在哪里？为什么对面是个黑妹啊？靠腰、啊！因为他很黑呀、啊，太黑了吧？奇怪啊，今天退伍的不是有三个人，还四个人吗？为什么只有只有两个人回报？什么意思？你们退伍都没有约吃饭？没有啊，干嘛要约？前面都嘛等放都嘛约完了，干嘛还约？有啦，饭班有约啦，他们的饭班的自己约。然后我们班的，因为大部分都是五天的，那我们前面七天九天的退完之后当天，就等他们五天出来那一天跟他们去吃饭。我们是不用，我们是还好。爽的是的。咦？人？这真的是在……哇！呀，一记游戏，有反击给你一记。靠腰，这样都能被压，我吐，吐了我。林尼特带机冲的是啥事啊？我操！最长的剧情。我的辣椒，因为我的这个变成餐桌的剧。变成餐桌的副牌的一群队员吧。
被修烂了。我都被修破了。
人气在挥手，有这么高吗？啊，锁定个钉来啊！无啊，锁定锁定，该个荧幕锁定起来，个钉钉解锁安尼一届啊！啊，无就钉开啊！这 bug 我嘛唔知啊，当时也嘛也没有无多，嗯，我二头哭，啊这八哥，亏啊，也 gank 了，哇，没过，啊这八哥。又没够啊！一二三四，四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带技能，你在跟我胡乱？全部开外挂。太奇怪了吧？都没带技能，怎么可能？有鬼啊！好像碰到鬼啊！在说你自己吗？不是啊，对面四个好像都是怪、欸。刚刚为什么想说这么奇怪？碰到鬼啊！哪这么奇怪的？原来碰到鬼，碰到鬼那就没办法了。我靠腰哦，这样还给命吃饭。我这个就解定成功了，两道吧。
怪，这游戏的加机游戏有这么多吗？我怎么不记得有那么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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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比较多，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哎不不不不，我在打嗝，哎不不不不，在打嗝。奇怪，怎么都没人？有神仙是不是啊？
啊！我操！真人加二十四，也就是说我只要抽到一就一定过。随便抽都会过。哇操！真的抽到一，太惨了。乌鸦，但还是过了。他那个东西就算抽到一都会过。奇怪，为什么我听他们脚步声那么奇怪啊？啥鬼啊？耳机坏掉了。
完蛋，怎么这么强这一组？三个结局而已。Speed run， 所有成就叫 Speed run。
哎，8880分，这是什么？哎，8000多分，那是什么？感觉什么鬼？杀了破头娃，应该说你也杀了薯条，你搞不好就赢了。我努力出。那你就是稍微开一个声音，不要让他太安静，然后你这样，你才会听到他打完。没有，这大龙就没办法分析哦。那个不是手机吗？手机还好吧？我知道，按按按。
哎呦，好猛这一群！我要修了，会吗？不都这个时间点不是吗？哇，两瓶，哦，饿了。哎，请问，问呢、啊？Google 有挂掉吗 ？Google Chrome 吗？不是，不然，就网页，看一下。网页不是，不然是什么？没有啊，没挂啊。哦，我说就搜寻东西，正常，正常。哦，嗯，正常的，应该是你电脑坏掉而已，不用担心。应该是你的电脑坏掉而已啊，不用担心啊。OK。好了，休了，你各位。再见。再见。拜拜。拜拜。